不要玩了，妈妈给个扇扇棒呀。不吃。给个扇子马呀。不吃。那你要什么？我要喝牛奶。那我们来喝这个天津海河牛奶吧。好吧，安排。分享一款在本地火到不行，但在外地基本没有的宝藏牛奶饮品，被天津闺蜜疯狂安利的海河牛奶，没想到这么好喝，奶味很香很纯，巧克力牛奶真的很哇塞，喝起来很香醇很丝滑，妈呀，怎么没人早点告诉我这么好喝。